这个两者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关联啊，所以这个两样东西啊，务必请大家要再三的反复思维。那么我们看这个精进的波罗蜜分哪几样东西？一，精进的自性，就是它本身的特性特征是什么。然后呢，第二，许若修习精进的方便，在还没有正修之前，用什么方式能够推动我们，使我们去修。有了这个认识，推动我们去修，然后去修的时候，精进的内涵是些什么？所以下面是精进的差别。那么了解了这个正修的时候如何照着这个修行，是正修行是如何，最后也是此等十义来说明一下。下面是第一个啊，精进的自信，善不缘善属缘，用汉为相，就这个。这个当我们修善的时候啊，这个缘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对象，我们就去修习的。前面这个修习是什么？与善属缘，对吧？就是平常我们属缘的都是什么？都是无识无明相应的行，或者叫做惑业。现在反过来，这个是属缘善的那些，怎么办呢？勇悍，这个是精进的形象。勇就是勇敢、果敢，什么都不怕。不但不怕，而且勇往直前。悍也是勇敢的意思，它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勇敢，一个是凶暴。勇敢跟前面一样的，什么都不怕，勇往直前。凶暴呢，这个地方用得到什么啊？对于这个烦恼啊，是一点毫不留情啊，要绝对像大恶人一样。大恶人呢，碰到什么东西的话，对不起，他绝对没有一点点跟你好商量的余地。现在我们在修行精进的时候，对于我们的大恶人这个烦恼啊，也是一样的，要绝对的拿出这种啊凶暴的味道来啊。所以这花言呐、啊，善财童子所参的那个大善之色当中，有甘露虎王没叫的土象当中啊，有那个愤怒象啊，那个牙齿露在外头，眼睛瞪得圆圆的，那个浑身那个火焰，头上都是挂着个骷髅，这样这个表示什么？就是他一种凶暴的精进象，对着任何烦恼来的时候他绝不怕，然后呢对着这个烦恼的时候没有一点点的商量余地，这个情况就是精进相。所以他说对的是什么？是我们要对治的啊。所以对善属缘的那个事情啊，对善法勇往直前，对恶法要毫不留情。若信人云谨呐、啊，不勇于善。菩萨地说：我是善法皆立有情，其心勇悍，无有颠倒。即此所起善门懂也。下面就应两个论所说的，一个是若菩提心论啊，那么另外就是啊，瑜伽师利菩萨地上面告诉我们，这个精进啊，就是对于我们所行的善尽之法，以及利益一切有情啊，这个心理的形象勇跟悍，还有下面啊，无有颠倒，这个不能错，弄错了就不对了啊。所以假定说你对这个善恶是非辨不清楚，那个时候你去努力的话，这不一定是精进。世间的人呢、啊，他没有弄清楚在颠倒的事情上面很努力，这个叫懈怠，不叫精进啊。这叫懈怠，是精进的特征，不是说你勤恳努力就算，而是说你在善法上面断除
自他无边烦恼恶业以及利益大家的究竟利益这件事情上头的努力，这个才是。那么我们先了解了第二呢，也是不马上叫我们精进，而是告诉我们你什么方法策立我们去修，这个很重要。你有了这种策立的心情，把这个策立的心情建立起来了，那个时候啊，你自然而然的去会全心全意啊。现在我们看，为印度是为精进胜利，不尽孤患，此若串谢精进其故，就是说你呀，对于精进的殊胜的利益以及不精进的绝大的害处，你能够都思维观察了解，把这个道理经过了这样的思维观察养成功了这个习性，你起心动念当中一起来就是个念头，一起来就是个念头，自然而然呢，这种念头推动了你向这个方面去做啊。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先养成功习惯，换叫做习意成性，习意成性，久久的修习以后了啊，你养成功这样的一个个性。平常我们的个性有很多人懒惰的人呢，起心动念呢，自然而然的觉得哎呀就这样啊，有很多人呢贪的人起心动念呢就是这个。现在呢我们在这个上头养成功习惯，他起心动念自然而然的推动他去，那个时候他就精进了。其胜利者，那么现在呢这个题目告诉我们了，那么他有什么殊胜的利益呢？下面这个论上面说，劝发真上一落会云，能除诸苦皆明暗，是能永断恶趣本，诸佛所赞甚精进了，此时恒常应一致。能够尽除一切苦恼的，哇，这个最重要。我们现在不是为苦所病恼而求快乐吗？那你只要看见这句话，你就晓得，不管你世间任何一种人，要真正应该忙的是忙这个。啊，我们所以现在偷懒等等，无非是啊贪一点乐，怕苦啊。结果呢，你真正要想快乐，去掉这个苦啊，确实在这里。这个，还有呢，敏暗。就是欲此无知。进一步，我们所以要想去掉苦，去不掉，要想得到乐，忙了半天得不到，是为什么？因为对苦乐的真相不了解啊，乃至于我们修行了，太多这种人，说昨天我讲那个故事当中那个人也是这样，哎呀，他觉得这个世间真苦啊，现在嘛想这个念佛啊。我就告诉他那个念佛的法门啊，他也说哎呀这样的话我哪有这么多时间了、啊、问他那你平常干什么呢？那白天嘛要上班，忙了一天回来嘛休息休息，休息完了以后嘛到那时候嘛为了放轻松，电视嘛也要看一看，早晨起来那个报纸嘛也要看一看，哦他觉得很忙啊，叫他真正特苦的事情叫他看看经，乃至于这个听听这个的，他觉得没有时间、啊、我心里想了半天怎么办，这个时候好了好了，那你看缘了啊，就是一样。那我们在这地方啊，住在这里的时候啊，住在这里的诸位啊，我想很了解的这个原因在什么，明暗无知，他未尝不想快乐，未尝不想特苦、啊、他也未尝不在忙，是啊，千真万确，他比我们还一样的忙啊，早晨一大早起来先嘛要看一个报纸，然后也去上班嘛赚钱，赚完了回来嘛还要看一个电视，他也很忙啊。但是啊，原因是什么？宁安啊，这个是苦的根本啊！要想除掉这个，
然后呢能够断除一切恶趣的根本啊。这个从根本上面断取是什么呢？是诸佛所赞的精进。这个精进，诸佛所赞，佛是什么？是彻底了知世间一切真相的人，不但了知，而且如是真正做到的人。所以只有佛才是圆满无缺，认识一切圆满无是正德，他所说的话才是圆满无缺，如理如量，百分之百的可靠。而现在一切诸佛怎么说呀？赞叹，那你要得到上面这个结果的话，就是这件事情啊。所以这个是什么？我们应该依止的，而且应该如何依止法？很长两个字哦。这个意志不是说哎呀今天听见了哇就努力一下，放下来，放下来还要意志，一切实处不能离开它，你哪一刻离开了，那个时候你就是在痴暗当中，那个就是受苦的因，有了受苦的因，将来一定感到苦的果啊。所以应该很长意志。下面即说，此事所有诸工巧，皆出世间诸巧也。若发精进，非难得，自在随缘精进的。那不要说出世间的，就世间的那所有这些事情啊，以及出世间的进一步，假定你能够发精进的话，没有一样事情不难得到。再没有任何困难都可以得到。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没有一个例外的，都会好要精进，不厌精进。而现在我们所以不能精进的原因，真正的还是什么？愚痴当中啊。说起来真可怜了，一点的小小的事情啊，大家心里面就为他嘀咕，忙了个半天，一个嘀咕了半天呢，结果是自害害他，自己还觉得很对，原因是愚痴。如果你正确的了解了以后，我们全部的精神所对峙的就是这些小事情上面，你只要把烦恼真正解决了，那一切问题跟着就解决了。若有取佛菩提者，见被混水诸故色，常发精进而安住我为慈悲而说出，是此。现在有人真正要想走这条圆满觉悟之道，达到圆满果位者啊，那么他了解了这个懈怠，这个昏睡诸故色，就是懈怠不精进的种种故色，于是很长的发起精进，发起了而安住在这个精进如理行持。现在呢，我为了彻底那些想如法修行的人而说这个道理。早年见了业云呢，自量善终见第一，为依次故彼后的仅仅现得乐胜乐住，皆是出世诸成就。仅仅能得善有才，仅仅能得善清净，仅仅多有萨迦耶，仅仅得佛妙菩提。那么这个论呢，也说在资粮善当中，现在我们是积聚资粮啊，积聚资粮，有了这个资粮，然后呢想才能够上去。资粮善当中最重要最低的是什么？精进。由于得到了这个，然后呢依这个，其他的东西就跟着都得到了，其他东西都得到了。所以你没有精进的话，什么东西都得不到。大智度论上面也说的有了这个一切都得到了，反过来一有懈怠，换句话说，没有精进的话，什么好事都没有，就不可能啊。而这个精进呢，眼前就得到速生安乐啊，得到速生安乐啊。
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甚至最简单的词的戒定慧，你能够清净善知识，戒如法的去做的话，就当下得到清凉，从烦恼上面得到解脱，从烦恼上得到解脱清凉的多少快乐。然后呢，由于戒而得定，那个定更是快乐无边。这个还是世间的，由定而发挥的话，彻底连根拔起，都是靠这个啊。所以前面说世间是如此，出世间也如此。我们现在看看世间的这种成就，的确没有一个例外的，没有一个例外的。静静能得三有才，静静能得三清净，就是说三有，就是说世间三有当中的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啊，这个一切啊，就是静静得到。然后呢，更进一步啊，善尽之法能够净化它的也是。然后这个善清净是包括的很广，从开始第一步，然后呢，而一切的根本在什么地方呀？萨迦耶见，就是这个根本啊。前面说苦恼的原因，就是苦果是由惑业所感的，而这个里边惑是上首，那么惑当中升起的次第，升起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萨迦耶见啊，叫做根本拿掉了，其他统统拿掉了，而要想拿掉它靠什么？精进啊，这个拿掉这个东西是三层共的，所以一步一步上去，那最后的不共大乘福的无上菩提也从这个地方得到。所以这个精进是资粮善当中最重要的一样。比如说俱尽受用无能生，俱尽烦恼不能生，俱尽厌患不能生，俱尽少得不能生啊。那么现在我们在一步一步上去的时候啊，它除了撤离我们上去，还有很多障碍。比如说我们对眼前的很多受用淡作啊，哎，你能够精进的话，不管那些种种受用啊，你不会为它所骗。有固然好，没有也不在乎啊，没有固然不在乎，有了以后啊，你也不会沉在这地方。然后呢，真正去努力的时候，为种种烦恼，那么这个烦恼啊，也怎么也挡不过你啊，挡不过你。然后呢，我们要修那个出离行的时候啊，从自度而进入利他，哎，这个利他是有无比的困扰，就从自利开始，哎呀，觉得这个苦不堪言啊！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产生的厌患之心，这个厌患呐、啊，因为前面的人跟这地方的境呐、啊，它也不能挡住你。这样的从世间、出世间，从小乘到大乘，不管任何困难、任何障碍啊，都不能障碍你，都不能胜过你，你都能够胜过他。如果步步上进，你得到种种的好处。就是平常还有一点，我们得到了一点呢，哎呀，就觉得以此为喜，就停在这里。你如果能精进的话呢，少的不能胜。这个四样东西，就是我们实际上平常啊，经常都具足的，大部分人实际上是样样具足。那么有一种人呢，哎，永或具足三样、两样或者一样，尤其是现在的很多修行人，他修行人呢，他是自己是相当努力，不为世间的一般受用所障碍。然后呢，修行的时候啊，一点的烦恼啊，他挡不住啊，挡不住，乃至于啊，去修行的时候，不管自利，而且利人呐、啊，种种的困扰啊，他也不怕。但是呢，他安住在，哎，觉得这个就够了，就是这样，就得少未作啊，这样。这个得少未作的现象是什么？就是说，平常我们呢，如果这个人呢学禅的、学念佛的，
啊，乃至于学密教的啊，就觉得就这个了。不，佛要究竟解决一切问题，圆满所有的，没有一样东西不圆满的，就不会得少为多。现在我们稍微懂得了一点，哎呦，就觉得样样懂得了，那脸的根本差的十万八千里，差的十万八千里。所以啊，像善财童子这个故事是最好的典型的例子啊！不但他自己，他的老师，你看他去参访一个老师，然后跟着这个老师得到了这个东西以后，他自己技术的参访，而每到一个地方以及技术向前呢，都是经过很大的困难，但是他绝对挡不住啊，绝对挡不住，是一夜过去。还有呢，他的老师也告诉他，你看他每一个老师，每一个大善都是啥，就得到了这个，哎呀，无量无边的这种功德。可是他最后怎么说啊？我呀，这知道这么一点点啦、啊，像那个菩萨心，还有这么多广大心，这个我怎么知道呀？所以你呀，还继续去修，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凡是真正这种如法行持的人，没有一个例外的。花严是原教，这个里边后来的那些啊大善知识都是最了不起的，就每一个人都这么说，说什么他不但自己这样努力，而且、啊、就不得少为助，就不像我们现在这样。反过来说，我们所以凡夫之凡夫的原因是什么？实在啊，连他根本在门外，那这些门在哪里都不知道。哎呀，自己啊，这闭上了眼睛在那瞎弄，还以为觉得哎呀，就是这样，好得很啊！啊，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一定要自己深深的在自己的身心上面认得这个病根呐、啊，努力去除掉它，努力去除掉它。啊，反正任何一点点呢、啊，使得我们产生自满、自以为是的这个心情啊，一定要拿出悍这种悍相来，把它一刀斩断。悍相就是什么？对于这种不如理的这种啊情况，绝不留情，这个才是正确的啊，才是正确的。菩萨的业缘，唯有精进是能修正菩萨善法最深之因，语之不耳，故诸如来称赞精进能证无常正等菩提啊。前面已经说过，资粮善当中啊，精进是第一。那么现在的这个地方也说语切四谛论菩萨的，所以不管是哪一个经哪一个论，都告诉我们只有这样东西啊，是哪样东西精进，是修正这个菩萨善法当中最甚之因，看到最殊胜的啊，最殊胜的就是这个，其余的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跟它相比。因为你有了精进的话，其他样样东西都可以升得起来。反过来，如果你没有精进的话，尽管你有一点东西啊，弄弄弄塌掉了，弄弄弄不这个障碍了，弄弄弄弄那个不能前进了，所以这最重要。所以啊，一切如来啊，赞叹这个，像前面一样。那么下面又一个论，是波罗蜜多论业缘，若具无言大精进，不得不增非有。皆非有，您能够具足这个大精进，而对这个精进呢无厌作啊，他现在呢对善法无厌作。我们现在凡夫是对什么？对烦恼无厌作啊，这个贪得无厌，对什么东西都是这样。菩萨不，菩萨确确相反，善法确确是对之而发的，所以真正修菩萨行呢，对于这个对字恶法是绝无厌作。我们现在呢是恶法，恶法是啊正好啊消灭善法，对治善法的，这个是一个错误啊。如果说你能够对这个对治恶法的大精进不厌的话，得不到东西就无是处，不能证得的东西就不可能。换句话说，你要得到的任何好的东西，你要证得的无上菩提也绝对会有，绝对可以得到。又云非人皆悉饶业彼，能得一切善目的昼夜
诸时不空度，功德质量无劣少，获得诸以故人法如千鸟化即增长啊！不要说你自己，旁边的人啊都欢喜来扰一套，扰一套。那这个道理其实啊，我们呢、啊、也很容易明白。虽然那个非人我们不看见，是在我们周围任何一个同学师友，如果他很精进的，我们大家都很赞叹。如果他要来找你帮忙，你一定很乐意帮忙，对不对？我想没有一个人例外的。反正你懒惰的话，尽管你自己觉得哎呦你偷了巧了，旁边人人看你瞪到了你这个家伙，以及也许当面跟你啊应付应酬，觉得哎呀嘻嘻哈哈，心里面老在那说你这样。那么我们人是有理性的，那非人也是一样的。所以的的确确这是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啊。那么自己好，别人也帮助你，能够由此得到一切善目的，那个是正式的正如进入修行，修行真正最重要的止观，这样啊，任何的善美你都可以得到。还有啊，昼夜诸时啊不空度，白天固然是不空度啊，晚上也不空度，醒的时候固然是不空的，睡觉的时候也不空过。这个概念我们一定平常的时候啊，要度度思维观察，思维是如理思维，观察是如理观察，观察的不是文字哦，是如理两个字，一定要把文字所指的它的形象内涵所指的你要看得清清楚楚，那个指的什么，就是你心里起心动念，绝对不是在文字，在文字上面不管你说的都动听天花乱坠听众百万、没有用。所以摩诃止观上面智者大师应了，这以前这个易落 禅师有很多这种了不起的道法师啊，哎呀那个动不动啊后面的阴阴红红千百成群就这个样来啊，换句话说，哎呀他这个认识说法口才那简直是不得了，平常的时候这个行为看看也很好，但是呀是临终皆毁。为什么？嘴巴上面的心理上面没有用正的功夫啊，到临死的时候懊悔来不及了，眼前的是名利啊，等到你两脚一伸啊，没有一样带得走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所指的什么，要指心理的形象。你真的心里的形象能够这样的如实观察了之，安住在这个善法上的，自然而然呢、昼夜都不空过。所以前面一再说过的啊，这个情况是什么，不是说我们现在这里哎呀觉得轻轻松松，不是。那你一切时住提示的正念，就是那个正念呢、安住在你的心上面。既然安住在心上面的这个正念，就是如果是你没有休息成功，现在正要努力的就是这个。如果你休息成功了以后啊，习惯了，这个就等流啊，它自然一直在这个等流当中啊，就像河里边的水流一样，河里的水都好像没人推动它，它可是昼夜在那流啊，就是个状态啊。所以当当你醒的时候你能够努力去做，睡着的时候尽管你睡着了他还在那里，这个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个一定要靠什么，如理思维啊，这个东西太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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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啊。那么现在我们所以不能做的原因呢，就是原因何在，就在这上头啊。最近呢经常有同学跑到我这地方谈这个问题，我有的非常欢喜非常赞叹啊，但是呢另外有一类同学啊，他我就感觉到我很同情，但是也只有一个办法，他只要来我还是赞叹，他往往对那个思维的能力啊比较差一点。在我的感受上面呢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停止觉得不如人，是这个事实的状态是不如人。那么在这里怎么办呢？正因为不如人，你赶快努力